以报怨行，达摩祖师讲的，达摩祖师亲口跟我讲，要懂得报怨行。什么叫做报怨行？以德报怨，他对你越重伤越嫉妒，你要行报怨行，你要对他更好，更赞美他，有一天他会改过来，更去赞美他，这个叫做报怨行。所以跟耶稣讲的一样，要爱你的敌人。达摩祖师讲要行报怨行，达摩祖师跟我讲要报怨行，报答他的怨恨。他因为他看中你，你要报答他，就是叫报怨行，就要对他更好。只要能够解除那个怨结，你如果越绑越紧，越绑越紧，就解不开了，那就是怨结。你如果同样报复他，就那个结就越来越紧，你跟他的仇恨就越来越深，永远就解不开了。所以一定要行报怨行。